去鞋子没买菜，我刀上一把刀卷，自个那个弄完月头炖刀卷，刀卷这紧给他抽喽，掰成一个劲儿一个劲儿。托吃肚子这月头左一扭右一扭，给他切成一个劲儿一个劲儿。收拾上饭不舍得吃这五花肉，给他切成一片一片。汽油烧锅，油热个这五花肉兑里头，炒遍色，加葱姜蒜，不浪两下兑干辣椒花椒，炒出香味儿，给这刀卷兑里头。大溜溜翻炒它五六七八十来下，我这炒菜你都看不见光，兑点生抽提提鲜，蚝油搞里头，炒一会儿搁这芋头搁点兑里头，兑点老抽上上色，猛猛乌楞它几下，加滚烫满着自来水，盐鸡精十三香调味，弄指头蘸蘸尝尝甜鲜，先烧熟你别学我，烧你爪子可不怨我，盖上盖炖它个七七十分钟，最后收汁出锅，没这不都妥。没你都说这美不美吧？美了你还眼睛啥？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